服务员，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呢？嗯，给我来一碟辣椒酱。可是你还没有点菜耶。我不想吃别的，我就想吃辣椒。要多辣？有多辣来多辣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要不要，要不要点菜？要不要点什么？要不要点菜啊？不点就不点，气死你！哼，幼稚鬼！只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得不到。为什么每次来都不点菜？因为我不会啊。不会干嘛来餐厅？既然来了，多少吃点吧。现在吃完了，可以走了吗？好像每天都在你左右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的公仔好可爱啊，能借我摸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。哎，我妈给我安排相亲，我怕以后都没有机会来找你了。相亲？你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我妈喜欢粉色上衣、牛仔短裙、大马尾的吧。我想和你一起穿入森林，陷入海底。今天要点菜吗？嘿嘿，不点。你每次都不点，那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？这么凶的服务员，我当然不会点啦，除非你给我撒个娇啊。哥哥，今天应该点什么菜呀？点个菜嘛，好不好？撒个娇都撒成这个样子，不点。这服务员怎么在这里睡觉啊？拍张丑照先。哎，不对，拍多几张吧。哎，我说这服务员穿的裙子怎么这么短啊？你干嘛？我说你穿裙子这么短还不穿？发生什么事？啊，我买了一条长裙，我觉得你穿长裙比较合适。哇，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也太好看了吧，这个腿也太长了吧。啊，服务员点菜。来来好，终于要点菜了吗？嗯，给我一份白米饭泡水。白米饭泡水？对啊，因为之前去医院，护士姐姐说我的胃不太好，以后只能吃软饭啦。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哇，这小姐姐身材也太好了吧，长得这么好看，在这里睡觉，叫一下她吧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。现在几点了？十二点了。十二点了，我要下班了。啊，微信也没加一个，太可惜了。服务员点菜。你好，请问点什么菜呢？就只能一小青春，一阵子难忘。服务员，可以帮我倒杯水吗？可以帮我拿个牙签吗？嗯，可以。可以帮我拿包纸巾吗？可以呀。你就不能一次性说完吗？可以加你微信吗？